你晚上不要再熬夜，要早起，给自己做个健康的早餐，把每天要做的事一件一件列出来，然后认真的去完成，不要再拖延，也不要再懒惰，自律起来。2020已经过去一大半了，让我们试着改变一下，就从现在开始，跨过星河，迈过月亮，去迎接更好的自己。记住，行动和欲望决定未来，行动和欲望决定未来。